只若红绸一人上车，你们谁敢离开将军府，娄三就没命。哎呀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啊，谁也别动，谁也别动啊！你们都留下吧，我一个人去就行了。红绸姐，百无一用是书生，我眼睁睁的看你入火坑了。怀民哥，以后我爹。 就拜托你照顾了。你放心，我会把他当成亲爹来孝顺的。谢谢你。这就是命啊！叫。 你们干什么？吓我一跳！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不给他们一般见识！来来来，咱们退下，走走走。哎呀，难道就任凭那贝勒爷胡作非为吗？是。那你怎么办？现在只有将军能救他，是吧？现在咱们只有给将军报信儿，然后才能营救红轴。我去，你们别动，都别动。哎呀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 贝勒爷有令，将军府的人不得踏入大门一步。我是个书生，我是读书人，我是个师爷，我不会武功。反正你是将军府的人，滚回去！我不给你们一般见识。什么东西？哼！哎，杨大人，你不能去送死啊！放手！哎，我乃内务府营造司主事杨怀民，我不是将军府的人。 你们凭什么拦我？岂有此理！哼！哎，怎么都让这个书生先溜了？哼，我也是内务府。行了行了，回去吧。嗯，红绸姑娘，下车吧。 我爹呢？先跟我成了亲，然后才能见我老丈。如果我爹有什么闪失的话，你别想得到我。哟，孝女啊！哼，师爷，把我老丈人带上来吧。是。 那你呢？任凭贝勒爷处置。痛快！来人呐！走！送我老丈人走。孩子，快走！爹，你先走。阿贵他安排好了，一会儿就会来救我的。你快走吧。我不信，你骗我。红绸，怎么样啊？我可没耐心等太久啊。
闭了眼，把我的押出去吧。。是个狗背了，就会钻狗洞啊！走，来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快走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真是的，狗背了怎么净钻狗洞啊？咱们到正门看看，到底谁的家？啊，何大人在吗？啊，在在，正等着您呢，请。好。哇，好气派的房子，不知是哪位大人的宅子。匾上面写的是何府。何府？何深？这就是何深的家。将军啊，我们还是先回去吧。什么？明天就要纳彩礼定亲？额娘，是不是太草率了？额娘，这都是妹子的意思。哎呀，丫头，这可是终身大事，不能那么马虎。额娘，先定了亲再说嘛。额娘，您看妹子这么急着要出嫁，咱们就……这丫头真拿她没办法。好吧，明天就明天吧。谢谢额娘。女大不中留啊，还没等到时候呢，她就急着要飞了。
这都是让额娘您给宠坏了。儿孙就是被宠的，要是有人啊让你宠，这是一种幸福。额娘说的是，就像崇泰这么年轻，您不是也让他做了总督办吗？哎，崇泰的总督办干得不错呀。不错不错，不过就是外头传言太多。哎，哀家早有耳闻了，要不那阿贵干嘛非要当着面唱什么大鼓书啊？不就是因为崇泰太年轻，有人嫉妒他，在他背后拼命地说他坏话，你说是不是？额娘所言甚是。不过孩儿觉得崇泰还很年轻，让他多出风头招人嫉妒也不是好事，毕竟宫里头比他年长的王公贝勒还多得很呢。这般老人家呀，就是见不得年轻人出头。额娘要真疼崇泰，就应该让他深藏不露，这样也可免得别人攻击呀。哼，不就是一个庆典的总督办吗？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官。额娘，反正庆典也筹备的差不多了，崇泰可以功成身退，早些避开人们的非议，这也是额娘疼爱他的一点心意啊。哎，木朽于林，风必摧之啊，还是你说的有道理。那就这样吧，卸下崇泰的职务，让洪昼去负责庆典。太后英明。哎，不过我可告诉你啊，崇泰可是孙儿辈里最有出息的人才，你可得答应我，将来好好的栽培他。那是那是，一定一定。来来来来，喝喝好酒吧。是啊，来来来，我给你倒点。来来来，老少佳节。来来来。